还记得上个玩这个泥的视频吗？我们说破2万点赞就给他起泡或者是洗了。啊，我被催更了。起泡的话，之前那个木工教我们起过了，那就这个泥就洗了它吧。有一点点小心疼，真的特别好玩呀。我给自己留了那么一小壳，加入各种装饰品。大月份的我真的是倒霉透顶了，希望九月份我会有一个好运气，也希望你们九月份有一个好运气啊！我真的是太伤心了呀。我之前去修手机，他们说这个得换摄像头，我就说那算了吧，太贵了，我不想换了。他就又说啊，那我给你试一下吧，修好了就要，修不好就不要。当天修完之后，我就发现上面有点虚，我就问他这个是不是不聚焦呀，他说没问题没问题，那个是灯光有点曝光。最后回去认真看了一期，还是很虚，就是他不聚焦。第二天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还是死不承认，又承认了之后又跟我讲说什么，你要的那个发抖我们已经给你修好了呀，这个虚你又没有说是这个虚，我说我原来不虚呀，搞得我真的特别生气。他最后修了一次还是没有修好，我手机也没好，然后软妹币也没有了，难过。好了，拜拜。